今天呢要来力拼，力拼甩尾闯关。那力拼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要甩尾闯关，目标就是一定要过关。甩尾闯关呢，我要运用这一台，基本上速度不能太快，要闯闯看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要闯关，一定要过关就对了。圆满的过关就是第一名，满分就是3000分，如果三颗星的话就是3000分。好了，直接进来啦，开始啦，准备啦。好，开始啦。先按刹车，来。啊，又太快了，又太快了哈。好啦，差一点点点点就好啦，好啦，试试看啦。位置抓的不是很好，位置抓的不是很好。好了，试试看啦。最好试试看啦。过不了啦，几分？第二名，满分就是第一名，刚刚有试过啦，想说如果抓到技巧的话，我的技术是2300分啦，为什么有过关的还要想？道理就是抓到技巧的话，应该是哪一台都可以啦。好啦，先暂时让我赚一下广告费啦，广告分数，赚一下广告分数，广告不要踢的，广告看我的，看我的作品就好了。那这只鸟的位置在于之前的好几年前的巴厘岛的一个岛上。好啦，广告回来了，广告结束了。广告结束了回来了。那个不看了，继续。目标就是第一名，要满分，不然也要第一名，已经第一次，已经有一次了，继续。
按错掉，应该是按错掉。好，来顺啊，再顺啊，哦顺啊，再顺啊。剩下六秒，赶不上了。我几分？第一名哦，第一名，但是没有满分呐、啊，第一名呐、啊，没有满分。哎呦，三千一哦，不错，满分，满分。嗯，三千一就是我的目标。奖励222乘以19、哦、看完一支广告这可以得到4218.18分。好，那我转一下广告，看看我之前的作品。这一只鸟呢、哦、现在好像是抓瓜哇岛上面的一只、哦、一只鸟，他们那边信奉都是这样子，一只大鸟的什么神，什么什么神的，一只大鸟的神。好，我现在进入广告，要赚取广告分数。好了。